很多人好像修的，我感觉就是不太在意什么，就好像无所谓。很多就是自己也无所谓，别人也无所谓，就是外边的事情越来越触动不了他了。就是什么发生的，天塌下来也无所谓，然后自己的所谓的一切也无所谓。但是这种无所谓，并不代表他破了执着，是因为他分别还在，他好坏善恶他寥寥分明，他知道，他只是无所谓了。无所谓跟佛学的看破，说真的能跟证入那种色果般的差是不一样的，是你分别还在。是盲目吗？很多可能现代人看多，见多识广嘛，见多了也就无所谓了，经历多了也无所谓了，体验多了也无所，什么都放下了，看开了，没有什么好像很挂心的东西，但是他什么都知道。但最起码还有他酸麻冷胀痛身体的觉受还在，那么其实他分别还在，就是说他分别对错善恶，他很多他头脑他里边还在分别，他只是不在乎跟看破是两码事。那个因为怎么这个呢？就是因为有一个我还在那儿，他就什么无所谓，他大脑一片空白，那个我还在那儿，自我还在那儿，只是自我变成了一个无所谓的状态。什么都无所谓的状态，这种状态，你只要有个下手处嘛，可以去感觉自己的酸麻冷胀痛，或者这个自我，我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这自我到底是，也可以坐在那去想一想，因为其他的不在乎了，那时候我还在这儿，那我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这个一片空白的也是个相，我什么都不在乎也是个相，自己着了这种相，就是都是相，就是有的变成了虚空。就觉得自己空了，那真的是个空相，就住在那个空相里边，以为这真是空了，或者寂灭相，阿罗汉的寂灭相。阿罗汉是什么状态呀？是一个寂灭，他修正到最高的，他是寂灭为乐嘛，进入一个无念的状态。无念。就是一个正量上的，进入一个无念的寂灭的状态，那种是因为无念，所以他。不在，就是在那个状态，不再觉知什么东西了，所以他能坐很久很久，也不再觉知身体，身体的酸麻，不再接受，觉得身体是消失的，外在世界也是消失的，他逃避，就处在那么一个寂灭的虚无的，荒无人烟的像，就像，似乎很像宇宙未开发以前混沌状态，对，那个就是虚无的那样一个状态，在那个状态会。待很久很久，但是他那种无念是暂时的，他是一种。那也没有快乐跟痛苦吗？他在那个定态里边是体验不到的。体验不到，那就是有一种。体验不到生灭，因为他无念，所以体验不到时空生灭，所以他一定定几万大劫，他没有时空了嘛，他体验不到时空，一定几万大劫，然后就是说没有感觉不到生灭，感觉不到轮回等等的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就无念那种状态。那这种还不如做人呢。他觉得人比较苦。有苦啊，有乐有苦。因为我们现在比较幸福，所以没有那么渴求解脱。你要知道，当年的印度实际上没有，当年印度等级很分明啊，那人做四个等级，所以那些底层的那些人民很苦生活的那些，所以他们很渴求从这种苦里边解脱，还有一些去看，还有一些说，即使上层上流社会，他看到了众生的苦相，他也希望能够说解脱，他去思考嘛，他有智慧，所以想离苦得乐嘛，寂灭为乐。有一种，而且他在修正到这个过程的时候，他的身心他有一定的转化，知道吧？安住在寂灭定里边的阿罗汉，因为长时间安住在那种状无念的状态，他的气脉会改变，知道吧？气脉改变这个时候，他会有神变，就是有神通的，所以他会觉得自己是不一样的，跟凡夫人中最为第一嘛。而且寂灭定这种定态对世界的承受力很强，就是说你因为他的气住脉情，他的呼吸到四禅到那个什么四果阿罗汉的时候。这个世界没有东西，包括自己身心的觉受，能够抗跟他的定力抗衡。就是说，这个世界情欲啊，这些东西就是本能的这些东西啊，生理的反应对他，连他个毫毛也吹动不了。就像能就是微微的能动一他汗毛，
他心就是定到那个程度，就动都不动的，不会被你打动，不会，他那个道心之坚固，嗯，然后他有神变神通，所以他还是很享受那个境界的，而且真的很自，他已经在人里边很自在了。就是说，对我们目前遇到的这种出众的烦恼，就是你们经常说为这个烦啊，为未来啊、过去啊，或者是情感啊、有钱没钱等等，这些对他已经不存在了，这些烦恼已经他没有了。跟天人有什么区别呢？天人是一种，就是天生下来就是一种生命状态，阿罗汉是从人道修正出来的一种状态。但他有些人他可能就是会享受于这种平静状态。其实平静是一种假象，他不可能真的平静，因为他受一切的影响，他怎么能够真的平静下来？一个人的身心，只要你降诞生在这个世界上，你一念不生，你都在受影响。地球是在转动的，宇宙时空一切都在运动运化。你认为的平静是很渺小的一个认知，你怎么能就像说起那种蝴蝶像，你存在这儿了，你一念不生，你的存在就已经影响到宇宙的世界了。你坐在这儿跟你不坐在这儿是有本质，别人是改不同的。就是说，你们看经常有电影里边什么蝴蝶效应有这个啊，就是说，你存在，你诞生下来你就已经影响了这身边的人跟世界。你的亲人，你生你的人，那他跟你的姻缘，生生世世的姻缘，你生你的，你的家庭、家人、父母、朋友，你生的这个地方，都只要哪怕你这一生啥也没做，坐在那，你都已经开始这个世界有些人、有些生命在受你的影响了。你的存在已经影响世界了，没有一个真的有一个平静的状态在那，你还在呼吸。你就是白痴，脑子一念不生，你也影响这个世界。即使你小的像一粒微尘，在太空里面，你仍然是一粒微尘。只要你存在，就影响，只是影响力大小而已。如果你是一个星球，影响的大一点；你是太阳，影响力更大一些；你是微尘，影响小一点。